好，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心经哈，心经里面的这个在科判表里头呢，叫做敏相正性观啊，等于在广观运空的部分哈。那上一堂课讲的叫做什么？容相即性。那么也等于说，在任何的现象的当下，它都具有什么性空的特性？任何现象哦，有情众生是不是也是现象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有情众生在这里，都有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对不对？但是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是性空的，所以《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无就是在讲这些相的什么性空。在理上先通彻了，所以容相即性等于是在理上先通彻，之后才可能怎样呢？敏相正性，能不能验证到？那是生生世世累积的哦，是宿世善根因缘累积出来的。越理解法性的这个部分呢，越能够正性验证，然后就说透过理解之后，你才可能去验证得到啊。如果不理解的话，就没有机会验证到啊，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这么去想？这个有相有的当下是性空。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呈现出一个什么相空的世界来呀。我们在世俗地上看到的是不是相有的现象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下呢，我们说，哎，它是什么性空？同一件事情哦，同一个现象，它是相有的。那么说它性空，这个是什么？容相即性。对吧？容这个相呢，那么去思考理解法性的这个部分，那性空之后呢，是不是自然会跑出一个相空来啊？我的个性很温和，所以长相是不是自然温柔啊？会比较这个圆融一点嘛，是不是？个性非常的神经质，那可能就长得比较棱棱角角，是不是？可能就会比较瘦弱一些，是不是？就个性是不是影响了长相？既然性空，是不是应该相空啊？对不对？就应该是相空，既然是性空，那就应该是什么相空？这应该叫这个，其实就是敏相正性。性空要等于相空，性空要等于相空哦。那所谓的相空，其实就是所谓的什么实相的出现啊？是诸法实相，乃什么诸法空相？是不是？是性空或者相空，其实它都只是由这个来形容它了。我们说性空，性空其实能不能讲空性啊？也可以。所以相空等于什么？空相，也等于诸法什么实相。那这个正性就等于说，把性跟相要怎样？要能够吻合在一起，要能够吻合，那所以呢，这个会是我们世俗的现象，这个也就是圣义地上的现象。所谓圣义地上的现象也，这是世俗地的了，这是圣义地上的，也就是真理的现象。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平常相有相有是起颠倒相，实际的现象是不是应该是相空相空的现象啊？是不是应该是空相才叫做诸法实相？诸法实际的现象乃什么？诸法空相啊，这是一样的哦。前后这颠倒没有关系了哈，主要它是否定句还是肯定句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哎，从世俗地到圣义地当中呢，其实性空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啊，是不是？好，一下子要我们明明从有相当中说它空相，啊，从相有当中说它是相空，我们是不是觉得很难呢？那其实所谓的空相或者实相或者空，它主要是叫做什么？平等相，叫做无差别相。那表示我们世俗地上面的是不是有差别相啊？我们的痛苦烦恼其实来自于有差别相，哎，是不是这样？比来比去，人比人会气死人，努力了半天，结果发现哇，他比我还更好。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很啊，会觉得很垂头丧气啊？因为我们一直在比嘛，从自我的角度立场，比过来比过去，啊，输人不输阵，啊，输阵搁歹看面。所以我们就，这个也等于说是在海的表象上，海面上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一直不断的起伏。所以这个不就是一个潜水术吗？潜下来。这是在海面。是不是波涛汹涌啊？我们越能够下来的话，越深它越怎样，越平静。为什么平静？因为它现出平等相，同样是空相。所以空相是透过什么性空来的啊，哦？所以这里就讲到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有没有？生灭垢净增减，在现象上有没有差别？我们在世俗地上，哎，所以其实学般若很好的，就是不排斥世俗的，而且接受世俗哦，有生的现象，有灭的现象。有垢的现象，有净的现象，哦，有增的现象，有减的现象。为什么这么用这三者呢？一个从体的有无，一个从质，一个从量。它的质感如何？它的量有多少？它到底有还是没有？有而生而有嘛，对不对？一旦到没了呢，就灭了，啊！所以我们说，哎，也我们如果讲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是不是容易理解？为什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看在相，是不是有生相，有灭相啊？我们平常讲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这个也是简单说啊。其实是不是讲在相还讲在性？相。所以我们对生的相会欢喜，对灭相会难过，有没有这样的情绪？哎，所以常讲说，哎，到殡仪馆谁都不愿意去吧，哈，没有人欢欢喜喜去殡仪馆。但是我们说，哎，去吃个什么这个寿宴，是不是大家都很高兴啊？
尤其那个小孩子满月啦、满周岁啊，哦，生机盎然哦，办喜事，很少人把丧事拿来办喜事吧，对不对？我们会讨很会厌，不喜欢面相，喜欢什么生相，所以我们就会那个喜怒哀乐的情绪是不是会高低起伏啊？啊、哦，我们喜欢什么静的现象，不喜欢垢的现象，喜欢增相，不喜欢什么减相。那我们如果一直在表象上就是这样，有喜欢跟不喜欢，喜欢跟不喜欢，是不是情绪躁动不安呢、啊？然后我们的情绪是放在外头，让外境来决定我们的心情，对吧？那学佛的话是怎么样呢？是心来转境，而不是境来转心。没有学佛就是境来转我们的心嘛。啊，那我们现在用心怎么样来转境？那就要怎样呢？从这个现象伸进去嘛，谈法性。生是性空的，灭是不是也是性空的？所以这个性空不仅是物质的有情生命、无情的气世界，包括思想理念都性空，思想观念上也是哦。所以说，哎，苦集灭道，是不是他也用个无啊？还是性空的？为什么透过这样性空是做什么呢？帮助我们平衡平等。生的现象虽然我们都喜欢，灭的现象虽然都不喜欢，但是它有它的平等性。平等性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于性空嘛。它性空，它也性空，那是什么意思？生不是绝对不变的生，我们每一个生下来的人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道路上去，哎，有没有人能免？只是有人会插队啊，有的后、哦、这个什么两步并一步，就三步并两步，就嘣一下就去了，是不是？啊，应该是先生先死，后生后死，偏偏有的人先生还会后死，还那个什么。后死会先生，会后死后生会先死，那就是插队。但是不管先后啊，只要生一定会死。所以所谓的生，它不是绝对不变的生，它是不是含着灭的成分在啊？灭之后呢，我们说这个人死掉，我们说他往生，往生啊，灭后往生，往下一个生命去，对吧？往下一个生命去。所以灭不是绝对不变的灭，灭的当下其实他又怎样，又开始生了、哦、他又去累积他下一辈子的那个生命体、哦、他又去寻找他下一辈子的父母，借他的父精母血，然后又开始成长，他的眼耳鼻舌身这些是不是他又长回来，经过这个怀胎十个月嘛，啊，又生了，啊，所以呢常把它化成就是说，他不是我们会把，如果是只有看到现象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生就是生，不能是灭，灭就是灭，不能是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两件事情。其实如果所谓的性空哈、啊、所谓的性空来说的话呢，它是不是应该融在一起的？它怎样融在一起？这里面的因缘是这里面的因缘问题吗？这里面因缘不能跑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来，有没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因缘啊？没有啊，所有的因缘它不能是不变的，不能是单独存在的，不能是主宰性的，所以它所有的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它是生中带灭，灭中带生。好，用明暗来做比喻好了，比较清楚哈。常讲说，中午12点是最明亮的时候，午夜12点是最暗的时候，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是明中有暗，暗中有明，越来越暗，越来越暗，之后呢，暗中有明就逐渐黎明，是不是？就是明到什么，中午12点。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循环的？而且我们说时时刻刻看出去的明暗程度是不同的耶，是不是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很粗心呢，会觉得白天就白天就是亮的，晚上就是暗的。我们是不是很粗心的这样子把它分成两件事情，然后会觉得啊，白天就是白天啊，晚上就是晚上。那问题是白天怎样转成晚上，晚上怎样转成白天，它是不是逐渐转过来的？不是突然间白天然后突然间变晚上，晚上突然间变白天，是这样变的吗？不是嘛，它是不是逐渐的？其实它是逐渐，这之间的因缘看怎么去排列组合的问题嘛，对不对？刚生下来的时候这边的因缘很充足，这边的灭是不是很少啊？等到越来越老越来越那个的时候，这边是不是越来越多，这边越来越少，所以就灭了嘛。灭了之后这边呢又逐渐开始多了，它是不是又往生去了？哦，所以这个非常难思考，是因为它讲得很细很深，不容易去理解啊。是因为它跟我们日常的那个思考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常讲说 A 就是 A，B 就是 B。以我们理工数学的这个基础来讲，要么你 A 等于 B， 要么你 A 不等于 B， 是不是这样两个关系啊？但是如果以性空的观念是怎样？是 A 中有 B， 嗯 ，B 中有 A。这样的思考逻辑是不容易的，所以上面哈导师他写到一个叫内在的超越跟超越的内在，待会儿我们再读读看哈，那个我是觉得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咀嚼一下。好，所以呢，龙树菩萨呢就讲到所谓的不二生跟灭。因为他性空，他性空这样子写很麻烦，是不是用个什么否定的符号嘛？是不是用否定的符号叫做不生不灭？我是性空，这样是不是很难很麻烦？就无我就好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叫做不二。所有的波尔常说最简单的两个字的结合倒是最深的那个思想。哦，小孩子要写不二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不二在真困难呢。不二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嘛，不增不减，这个叫做诸法空相，或者又叫做什么诸法实相，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不是透过性空而产生出所谓的什么相空？相空乃是诸法实相，诸法空相。好，那在这里我常用一个比喻了哈，鸡跟蛋的一直是我们的迷思，对不对？鸡生蛋还蛋生鸡，鸡生蛋还蛋生鸡，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把鸡当作一件事，把蛋当作一件事。
把鸡当一件事，把蛋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说，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鸡中有蛋，蛋中有鸡，是不是这样子？而不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追这个？因为我们有自信妄执，在追那个端点、起始点。好，那透过这个呢，最后如果透过不二叫不鸡不蛋，鸡是性空，蛋也是性空的嘛。所以要去追那个到底是最先是鸡生蛋还蛋生鸡，说实在那是追不来的。它是不是一个箭头啊？没有端点，找不到那个起始点啊。哦，而应该是蛋中有鸡，鸡中有蛋才是对的。好，所以呢，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不是可以了解说这个是透过性空来的？就是透过性空之后，希望达于相空嘛。啊，从相有到相空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这个时候的现象还没有现前，但是我们的思路可以先这么做，思考的理路可以先这么去接受它，将来它才有机会怎样现前。所以它当它现前的时候，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泯相正性啊？哦，泯相嘛，超越了那个现象。如果我们不泯相的话，就是有生有灭嘛，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啊，是不是在现象上执着的话，我们若一直执着那现象，再怎么想也是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啊，是不是要深入到性空才能够理解是为什么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透过性空，它才可能怎样达到诸法空相啊，超越啊，超越了现象，超越现象之后才看得到那个真理的现象，等于是泯灭掉那个现象啊，泯灭掉现象啊，去深入的去体会到那个性空的特质，这样的一个思路可以吗？啊，从相到性，加了不，是不是在讲性空啊？那我请问各位，这盆花能不能说它不开不谢？哦，可以哦，不错不错。讲，我能不能说这盆花有开有谢？哦，都可以。哎，不错不错。有开有谢是讲相还性？不开不谢讲什么？哎，对了。不错哦。这样理解吧。所以要讲到那种不二是很深的，为什么说它深？因为它在讲法性，对不对？它是在讲法性，在现象上有开有谢，但是它是性空的嘛，它开跟谢其实有平等性哦。平等在哪？都是性空，不管它是开的，不管它是谢的。好，所以一开不用太高兴，谢也不要太难过，那我们的心境是不是就有可能平衡过来啊？哎，所以我们去股票市场啊，看，哇，有高有低耶，是不是有高有低啊？股票市场每天不是每天，每个时刻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呢，是不是有高有低啊？能不能说它不高不低？啊，可以。为什么？对。不高不低嘛，所以要透过性空的角度才好去投资哈，就不会啊，那心脏在那边蹦跳啊，不会这样就高血压脑充血。为什么高血压脑充血？着相的关系嘛，对不对？
你如果透过性空来看他，哦，不高不低嘛。为什么会有不高不低的出现？是我们不执着它的高低，是因为知道这个高低说实在都只是过程啊，都只是过程。到底哎，高的时候也不用太高兴，因为你没卖出啊，对不对？低的时候也不要太难过，你也没卖出，你也没有赚到，也没有赔到了。那最后呢，我们只能说宿诸因缘福报。是不是这样？哎，就不用太在意。说实在哈，各位如果要投资股票的话哈，一定是怎样，不要把自己那种身家性命财产投下去，只能用闲钱。生活没无虑，我这个钱可有可无，你才好去投入。哦，是赚是赔无所谓，如果一赔了你就哦倾家荡产了，你就要跳楼，那千万别去投资哈，投机呀、啊，是不是这样？哦，而且呢，就算你放下去了，你也要怎样？不管它的高低了。透过性空，早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不高不低的，但是我们一直不相信呢，因为我们着相嘛。真理法则告诉我们不高不低，但是我们能不能确信是有差距耶。所以为什么菩萨用忍位啊？确认，其实它是一种确认哦，深层的确认到，你看这个要确认得了，要结合的，要有机会结合在一起耶。哦，说股票市场不高不低，我要确信，是不是要确信啊？啊，我们用凡夫的眼睛去看，它有高有低，但是现象啊。告诉各位，为什么我要确信它不高不低？是因为透过不二，透过法性才有机会的。对不对？透过法性真理法则来看待的时候，其实它是应该是平等的，是平等的哦。哦，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确信平等，我们就不要在那边起伏，也不用去看了，真的不大需要去看。不管你怎么操作，说小户是操纵不了的啦，大户都还不见得能操纵，还我们这些小户，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真的。为了多赚一点钱，结果很多人连生命都赔进去，是不划算的，啊、哦，真的是不划算，哦，除非我确认不高不低，那你可以去投资。我就记得以前有一个老信徒，他就讲，嚯、哦，我今嘛哦，股票起跌，我看个叫清楚。我说你为什么清楚？他说因为我没有投资。你投资下去，你就看不清楚。哦，你要投资下去而看得清楚，那就是你不在意才会清楚。哦，所以股票分析师再怎么分析，太高分析你自己去投啊，对不对？也没有包赚不赔的啦。哦，现象上它一定有高有低，有赚有赔，但是我们说法性的那个平等来讲的话，它同样都是性空，它都会变化的。它的平等在于说，你不用高兴它高或低，它只是一时的现象哦。今天现象是这样，明天就不见得是这样，昨天也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它一定会高低起伏，所以它是平等的，啊，所以性空帮助我们从这个高低起伏，在海面上它是不是高低起伏很严重？透过性空的话呢，就有机会怎样平静下来，心如止水。当然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到成佛，他的第八阿赖也是变成大圆净智，有没有？大圆净智，他的哦，佛陀的那个，我们凡夫的大海是叫波涛汹涌，
佛陀的大海是怎样？平静如同镜子一般呢，它不起伏了，它是全反射。哦，众生想什么做什么，他全部知道，他完全知道。为什么知道？透过性空而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没有不性空的。金刚经就讲，无量无数的世界里面有无量无数的众生，每个众生无量无数的心念，为什么佛陀悉知悉见？因为性空的缘故，掌握性空的缘的法则，就能通彻这一切。因为性空的缘故，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性空的话，哈，会让我们起伏的心逐渐怎样，把它调平下来，把它调整下来。啊，所以从有生有灭的那种欢喜、痛苦里头呢，去找到平衡点，啊，来找到平衡点。所以我们说，生死跟涅槃，如果着相的话，我们是不是想要心入涅槃，厌离生死？啊，以小乘声闻来讲的话，他心入涅槃，对不对？厌离生死嘛。但是菩萨不是用这样的心。啊，因为会有厌离，会有心入，是因为现象的关系哦，是不是在现象上头？菩萨呢？菩萨他要怎样？透过性空，透过性空哈。生死是性空，涅槃也是性空，同样是性空，其实也一样是不二，但是呢，所谓的不二就是让他有机会平等，所以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是不是？为什么他的这个平等在哪里啊？性空，他的这个平衡，他的平衡点在于我彻见了性空的缘故。生死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啊，在烦恼的当下，其实也是可以彻发什么菩提心。啊，所以呢，菩萨呢，他会愿意在生死流里头不断的流转，为什么？为众生。他自己本身，如果他只有为自己想的话，一旦为自己想啊。都是着相的状况，才是为自己想，想要跳出来，啊，跳出生死嘛，进入涅槃，啊，这个也是求解，这也是解脱道上的，会把它，所谓解脱道上，它会比较在现象上来看待，但是菩萨啊，为什么能够圆满到成佛？他凭着其实就是性空。才愿意不断的在什么生死流中流转，乃至于他还要流祸润生，是不是？他要留下什么自体自啊自我爱，他要留下一点自我爱，他感应生死。啊，如果断祸呢？就离生了嘛，就离开了众生，离开众生就不名为菩萨，所以他必须要留一点祸来感应生死，从生死当中来度化众生，才有机会啊。哦，所以常讲说，以前我看到留祸润生这四个字，我感动了好几个月。这唯有菩萨才能够做的。哦，如果只是身为缘觉，他不愿意这样的，他会怎样？厌离生死，心入涅槃，哦，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哈，敏相正性。所以这里经文就讲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有没有？这个诸法空相是不是就是真理的实际现象啊？好，是诸法空相，是不是也等于诸法实相啊？
一样的哦，实际的现象，乃诸法空相。什么样的现，什么样的相呢？其实就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啊，所以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啊，所以呢，在性空当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在现象上是有的，但是它怎样，性空的缘故，所以它是不可得的。这个无其实也包括一个不可得，所以有时候也会出现不可得。讲到不可得呢，也往往是怎样，在讲性空。啊，就像《金刚经》讲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是不是还是不可得啊？这个所谓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其实一直在流转呢。当下的现在心是马上变成过去啊，抓不住的。所谓的不可得，就是它不存有独存性、不变性跟什么主宰性、实有的主宰性。对不对？我们是否定了这些嘛？对不对？啊，它是抓不住的，啊，叫做不可得。所以这里的无色无受想行识，也等于色受想行识的不可得。也可以说，就是性空的。啊，它的当下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性空的哦。啊，好，所以这个哎。在185页哈，第二行，这里讲到，从相代假名的空有相即，空有它其实是相即在一起的，啊，所谓的有是相还性的有啊，哎。所谓有都指在指什么相，而且叫做有差别，哦，在现象上面看到它的什么差别相，但是在这个现象的当下，它是不是性空的啊？哎，所以空有之间，它并不妨碍的，不相妨碍的，不因为空所以有就不见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因为有相有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啊？性空的当下是不是相有的啊？叫做空有相即呀，啊，哦，最后呢才会明气毕竟即灭的绝代空性啊，啊，哦，那也就是说，透过波瑞缘起性空的思想文字波瑞观照波瑞，等到那个现象它自然会怎样会现前？什么时候现前呢？其实在超凡入圣的那个关键点，那么也等于说，如果我们本身确实看到了诸法空相，或者诸法实相，啊，或者叫做这个涅槃相，或者叫灭相，或者叫做涅槃了哈，的这个当下，正是我们超凡入圣的那个关卡。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怎么都没看到？几乎啊，啊，看到的人会不会说他看到啊？不会，我们都是没看到的人，所以我们表示我们其实都还在什么第一个阶段里头，哎，因为第一个阶段里头其实它的果位还多得很呢，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暖顶忍是第一呢，还多嘞，所以我们不用急着说哦，我马上一定要立刻即是成佛，立刻开悟，假蹦假紧的弄破哇。很危险的，哦，成佛是那么遥远的事情，不是这样子一步登天一触可及的，不是啊，哦，是真的是累积出来，怎样累积呢？累积我们越来越能够放，才越来越能爬得高嘛，意境上的提升啊，哦，所以意境上的提升就等于是我们的眼界的提升。啊，眼光的提升嘛，眼界的提升，往上提的话，所看的，啊，越
爬得越高，是不是看得越远啊？那看到越远的时候呢，其实整个会越平静。啊，所以我常讲说，当有一次搭飞机飞到某一个高度看下来的时候，竟然发现山河大地一片宁静啊。啊，也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是因为我们到某一个高度上，又不能太高，对不对？太高了我们看不到了，啊，或者已经到云层之上，我们又看不见了，是不是？啊，又要到某一个高度，你才感觉到那种宁静。啊，你会觉得山河大地竟然一片宁静，但是我们如果又回到地面上，是不是又很不平静啊？啊？只要是我们凡夫众生就很不宁静，为什么不宁静？着相，看来看去，比来比去嘛。哦，所以那种明寂毕竟空寂的那种绝代空性，就等于是相空的现前，真理是，真理现象的现前呢。好，所以在185页的倒数246第七行哈，他说空性。不是言语思想所能及的，但也不是不可知论者，并不是说不能去知道的，因为我们透过文字波瑞就有机会了，啊，能够去了解它的。啊，如果我们能够依着缘起性空的这种正论来破除认识上的错误，其实我们都有认识上的错误。所有的认识上的错误，就是我们都只认识到表象上而已，所以我们要有性空这样子的一个透视的能力啊，穿透，我们要看得到别人一般凡夫所看不到的部分嘛，那就是透过什么慧眼、智慧之眼、波瑞的眼睛，才看到这个哈，其中的那种组合的因缘法上的嘛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破除我们认识上的错误，那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就是我执跟法执嘛。好，能够破除的话呢，波瑞会就会能够怎样现前，而且能够怎样亲切的体证，它是可以体证，不止，啊，真的是不止语言上的而已哦。啊，所以呢，真能证得空性的话，它是集一切而怎样超一切的。好，所以本经好在这一段来讲的话，它有个结论，就是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它这就是所谓的集一切又超越一切，透过性空而超越了一切。性空它是集一切，所有一切没有不性空的，但是也就是透过性空而超越了一切。好，因为透过性空呢，我们可以透视，透过性空我们放下执着，我们就有机会能够让我们的意境上的提升哈。所以这里的空中无色这些是从相即不离而怎样证入的，并不离相啊，等于说是即着相哈，那么不是离相而证，就说不需，就是在相的当下，其实我们要去理解性。好，所以呢，一般一分学者会把什么生死涅槃打成两绝，打成两件事情是现象的问题。好，那其实我们说生死跟涅槃，它都有相，但是它的当下的性是不是就融在这个相当中啊？好，应该是这个不着生死，不着涅槃，应该是不二的嘛，它是融在一起的哈。所以这个这倒数第二行这里哈，就讲到说佛法的中道实证可以说是内在的超越。所谓的内在的超越是正真啊，然后呢，这当下这当然即是所谓超越的内在，有没有啊？超越的内在呢是达俗，正真与达俗。所以所谓的正真哈，是在内在的超越。所以内在的超越等于说是透过很深沉的那个体认验证到，看到了那种因缘的那个平等性，
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平等相，平等相啊、哦，所以正真呢，验证到那个真理的什么现象的现前，但是也因为正真之后啊，它自然能够怎样达俗，所谓的达俗，通达世俗，接受世俗呢？啊、哦，因为在真的当下，是不是也含有俗的成分在啊？真跟俗啊。所谓真，这上面是俗嘛，下面是真，是不是？但是我们说，其实它这个也不是决然的切成两个部分，它其实是融融在一起的。这下面是正真，之后再回到上来，其实我们可以达俗哎。能不能正真那是内在的超越哦，那是内心很深沉的那个去确认呢、啊、不仅是确认，而且验证到了，证实到了，实验到了哦，证实到了，它是内在的超越之后呢，我们就说当我们升到下面很平静之后，我们在浮上水面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上面的波涛汹涌，接受，而不是说啊、哦，我就是要藏在那个那种极境当中，不是哦，并不是就是藏在，不是躲藏在那个极境当中，很怕外面的吵闹。所以其实真正的菩萨哈、哦，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我要安静，你不要吵我，你吵我就没办法安静。这个是不是着相的关系啊？把安静跟吵闹化成两件事。那所有的不二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融融在一起的、啊、所有的吵跟静啊，其实它是融在一起的。如果我的心非常的静，其实不怕吵啊。在吵闹当中，其实菩萨他为什么他愿意在这个群众当中，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那个极静的体会。他在那种极境当中呢，他会越同情什么这份起伏躁动不安的现象，他会越不是悲悯众生，愿意去帮众生解决问题。尤其如果又能够证真的话，我们只是去体认一点真，我们都会有相当的法喜耶、啊、也能够去感受到那种内心的极境啊。啊，所以其实以菩萨来讲的话，因为他去感受到那种内心的极静，他更想要把这种极静能够散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体会到。好、哦，所以他对世间的这些吵闹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他愿意融在一起。哦，甚至在他的心里头，可能他的那种极静的成分还比较多，闹的成分还比较少，因为他的那个心胸度量。越宽大的关系嘛，他对那个世俗的这一切的那个包容度会更大一些，他会去接受这份的吵闹，反而接受。好，所以所谓的吵闹跟安静，它不是，好，它并不是打成两局啊。刚才不是就讲，一般会把生死涅槃打成两件事，是因为在现象上。啊，所以也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哦，当我在禅修的时候，啊，当我很安静的时候，他真的容不得外面有一丝的吵闹，哎，只要一丝的吵闹，他觉得哦，实在吵得不来，他会，那种会比较，会起心动，会嗔恨的去感受，会很排斥，这个会比较属于那种自我解脱型的人，他不是菩萨型的人，啊，他。很厌恶，就像他喜欢在涅槃当中，他厌恶生死，是不是？但是菩萨呢，会觉得这两者其实同样是性空的，啊，因为他感受到内心的那种极静啊，他反而更能接受外在的，因为他的那个容量越来越大，他反而不会觉得是那么的吵闹，
甚至他还愿意走入人群。所以这个是内在的超越之后呢，他超越的内在，他超越了，超越过他内在的那种心情，因为他已经有内在的那种很深沉的体验了。内在的超越之后，超越的内在，这个我是觉得是实在要去体验的哈，这也很难完全是透过语言文字啊，而且跟我们每个人的体验是有关系的。那么总说呢，正真达俗，真俗不二，才能事出事入而无碍。我们平常会怎样？事出事入有碍，我们喜欢事出，不喜欢事入，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世间法里头已经很体会到那个当中的什么痛苦嘛。在人间里头呢，在世间当中已经很感到那个世间的生死，尤其生死的痛苦，我们更想要怎样释出，对不对？而不想释入。那菩萨呢，他能够释出释入而无碍，他的基础是不是建立在不二上头啊？正真而达俗，释出释入而无碍，释出释入而无碍。因为在释出释入当中，其实它是平等的，是有它的平等性的，所以在186页哈，在186页呢，倒数245第五行，首标五蕴皆空，有没有？在标中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度一切苦厄嘛？所以首标五蕴皆空，次说五蕴皆空的什么理由？为什么说五蕴皆空？是因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嘛。所以这个是理由之后呢，会得出什么结果来？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些就是怎样容相即性，对吧？那我们现在呢，要讲的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敏相正性的结果，让我们的相与性能够怎样，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本来相跟性是有差距的，相有而性空嘛，对不对？透过性空而怎样相空，性空相空，它是不是就结合在一起了？之后呢，正真而怎样达俗。所以我们说波瑞会提供菩萨非常重要的那个智慧资粮，也帮助菩萨帮助我们所有愿意踏上成佛之道，如何能够爬那个阶梯呀？其实是透过什么波瑞，是透过波瑞的推动。那么也就是说，透过波瑞，我们越放下自信妄执，越能够爬得高吗？越放得下才越爬得高，越放得下才越爬得高，才越爬得高哈。所以呢，这里说最后才能就说能够由此观察方法而后得到什么实证的结果，就是是诸法空相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呢，其实它都是什么性空的，它是性空的。所以这里说这是佛门中道实证的什么坦途佛门中道实证的坦途切莫照着自己的情见而妄说，对吧？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情见尤其我们以中国佛教徒来说的话，因为经过了这个翻译的过程，在过去翻译的过程很复杂，现在呢，其实透过应顺导师倒是跳出了那个复杂的过程，可以直探佛陀的本怀，尤其像缘起性空波瑞这样的系统，直接从龙树菩萨的思想下手这是最直接的虽然我们离开佛陀的时代比较远，但是倒是有幸生在应顺导师之后循着这样的路途，其实有很大的方便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